美国的印太战略就引发国际上的军事亚太各国越来越多的警惕和忧虑，因为这个所谓战略的马脚已经露出来了，不仅是想抹去亚太的名称，抹去亚太地区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架构，还想抹去几十年来地区各国共同努力创造和平的发展成势，可谓司马懿之心有所指。而美国炮制出来的所谓亚太战略、印太战略，打着自由开放的旗号，却热衷于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甚至要改变中国的周边环境，目的就是要围堵，让亚太国家充当美国霸权的马棋子。我想事实将证明了，所谓印太战略本质上就是一个制造分裂的战略，就是一个煽动对抗的战略，就是一个破坏和平的战略。这个战略不管做什么包装，换成了马甲，最终必然是失败。快来订阅通识，按旁边小铃铛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如果有什么想说的，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